进市场真的是要扫 QR code 了。永康的市场人很多啊，先走一圈，等一下再来买。刚刚要进来呢，扫 QR code， 然后还要量体温。好，然后我们台南人，你看，每个人都有戴口罩，很棒哈、哦。难怪啊。难怪我们台南呢，难怪我们台南都没什么疫情啊、哦！哦，这什么？吐司、馒头、水果。那边是水果。哦，那边是结账，蔬菜、水果结账的地方。这边。这个是什么？首购地板。从刚刚到现在，你会发现我们台南人都很守规矩，每一个人口罩呢都戴好戴满，有没有？你几乎看不到一个偷懒的没戴口罩的，没有，大家都戴好戴满。脆皮烤鸭，
遐做蒙拉兼西裤，头仔遐咧卖拉兼拉。卖沙西米哦，海产，卖蛤蟆，卖猪肉，猪肉 pork fish fish 生鲜。看到新鲜的哦，这个熟的。一盘一盘一百块，来到了结账区，好，绕一圈了啊！